给你吗？哦，妈，高丽菜。告诉你爸，让他重做，这么粗怎么用？哦，爸妈，告诉你妈，这粗细是刚刚好。哦，妈，爸说这个。告诉你爸，我和了那么多年的馅儿，会不知道分寸吗？哦，妈，告诉你妈。你爸就算眼睛蒙上，也照样是剁得清清楚楚的。快去啊！哦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？不让你退回去了吗？我可告诉你哈，你去跟你爸说，他要不重剁，我就不收货。爸，跟你妈说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老桃不剁回头菜，大不了今儿不卖饺子。哎呦，我说爸呀妈呀，你们今儿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他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兔子吃不着窝边草，他那心里头别扭呗。老婆，老爸跟你说一个人生的真理啊，这女人家天生啊就是莫名其妙，将来你要是娶媳妇儿的话，你得像老爸一样瞎了眼。我娶了一个神经兮兮、疑神疑鬼又爱吃醋的女人啊！陶虎帮，你给我过来！哦，我告诉你啊，妈告诉你一个为人的道理：这做人呐，得有担当，尤其是这个男人啊，敢做就得敢当，可千万别学您那伟大的爸爸啊，这偷偷做了他不敢当，这叫什么？这是汉子吗？这叫没种！好宝宝，你回来啊！老婆跟你说啊，万一你要真娶了一个不讲理的媳妇儿啊，你别像你老爸一样没种啊，你就尽管有种一点，直接把妈给休了，免得你一辈子不得清净。好宝，你给我过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够了，二位，我拜托你们两个自己说清楚好不好？我要去千金家温书了。哼，干嘛呀？把它剁一剁。凑合着过。